里面还有人吗？ 本局获报，在5月15日04:56，在本市的西屯区文信路二段与大墩18街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经警方迅速派员到现场查处了解，现场为宁南驾驶自小客车，由大墩17街沿文信路二段往大龙路方向行驶时，不明原因以前车头自撞分隔岛及捷运站柱体而发生交通事故。现场驾驶林南身体有多处重创且昏迷，经送林兴医院急诊室急救后，仍宣告不治。